陛下，君在呢，你继续睡。陛下这么早来这里，可是有事？我又梦到你掉进井里了。从夜里到现在，陛下是一直没睡吗？我只想守在这里。我很好，陛下放心吧。我还想再睡一会儿，陛下也回房休息吧。好。快回去吧。我身体已经无碍，我们明日就启程回京吧。好。还在想江少？想不想又怎样？反正也见不到了，我们都没有以后了。金蝉，当日阴差阳错让你成为皇后，我知道你在皇宫里不快乐，可是现在福家上下老少的性命都与你息息相关，你举动稍有不慎，就会让福家万劫不复。姐姐，明明你比我更适合做皇后。事实已然如此，我何尝不希望看到你快乐自由的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。姐姐，其实我已经跟薛荣说过了，他会废了我，然后娶你当皇后。废后哪有那么容易啊，现在我们都是身不由己。回陛下，臣已经将全部劫匪缉拿归案，按律判刑。别动！离远一些。姐姐，你说薛荣他是不是太紧张了？一口水井而已，我们又不是小孩子，不会掉下去，他那么激动做什么呀？外面怎么这么吵？我们出去看看。嗯。小脚麻利点。抓紧啊。好。把这都给填平了。曹汉。手脚麻利。这是做什么？为什么要填井？陛下吩咐，福大小姐住所不能有井。不可理喻。填平了。进。陛下，我听说陛下今日几乎没有进食，遂让厨房熬了一碗鸡汤，陛下趁热喝了吧。你放下吧，朕一会儿会自己喝。陛下，鸡汤要趁热喝才行。等陛下喝完鸡汤，再好好睡上一觉。我还是不敢闭眼，一闭眼就想起井里的事情。我就在这里陪着陛下，或许陛下就能睡着了。陛下，我在这里。
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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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不要怕，我在这里。陛下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以后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们都共同面对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是不是在做梦？我刚才睡着了。陛下，你没有在做梦。我之前顾忌着父亲的心情，顾忌着福家的名声，顾虑我到底有没有机会看清自己的心意。而如今，我只希望这一切都不算太晚。不晚，怎么样都不会太晚。那现在总能把鸡汤喝了吧？是不是都凉了？是热的。小姐，陛下给小姐的信。美人如花隔云端，上有清明之高下，下有露水之波澜。天长路远魂飞苦，梦魂不到关山难。长相思，催心肝。小姐，送信人还在外面候着呢。